Hello， 大家好，我是阿伦，又回来玩 Minecraft 的给。然后今天做什么呢？今天要做一些做那个大型的发电厂，升级版的发电厂。然后首先我们先去看我们之前做的那个镭射的挖矿机挖到怎样先。就这边的地上我就填给它平去了，这么这样多 creeper 这边，不要理它。我的 mob 不知道有没有开，嘿 ，mob repulsor， 我的 mob repulsor， 哎，又不见了，又再不见。Mod repulsor 是这个 ，OK， 好，有开，不用理他们。这个就我们之前有挖到的那个地狱的那个铁啦，然后squad， 然后这个是 lead ore， 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煤炭，然后这个是 diamond， 地狱的 diamond， 然后gold 金那个铁，然后这个 tin， 这个地狱的煤炭。第一的煤炭，然后 lapis 啊，然后 copper 这边 platinum， 哇，这个很珍贵，这个是我一直要找的。然后 diamond ore 啦，然后goldstone block， silver， 然后这个是 tin， 其实就怎样说，这个许愿的就算你放了，也是不是整天挖到 diamond， 其实这边只是挖到了两个罢了，还有这个珍贵的 platinum， 好，恭喜。今天我们就要做什么？做这个 big reactor 的这个，就是这个 big reactor 的，哪里？big reactor 的这个 mod 的这个发电厂啊。然后这个跟我之前做那个基本小型的是一样的，其实，它跟我这个小型的是一样，只是它是升级版的。所以我们现在去准备一下材料，材料那边需要什么呢？就先弄它的 casing 先啊 ，casing 我们需要大量。所以 big reactor casing 我们需要大量，它是这样做，就是个 graphite bar 啦 ，graphite bar 怎样做 ？graphite bar 就是用那个煤炭或者木炭去烧它就可以了，煤炭或者木炭你直接拿来烧，你就可以拿到 graphite bar， 然后我们这边就直接合成了，这个要大量，大量的话我不懂那几多，我知道现在我这个大型的用很多，然后先弄多一组了，弄两组出来，两组 ，OK， 两组，然后接下来这个 yellowium fuel rod 就六个铁跟这个 graphite 吧，跟这个 uranium 或者是 uranium 啊，我们试看用 uranium 配。这个我要做几个呢？我想一下，五根柱五四二十，我要二十个的，二十个，然后接下来准备 controller 一个就可以了，一个 ，OK， 忘记按 shift， controller， 然后这个，我少了材料，这个哦 ，reactor 可以信用完了，这样快 ，reactor 可以信用完了，哎，没有啊，为什么他那个 reactor 可以信用，这么没有给我放进去？太久，我搞什么？这个放进去先，这个放进去 ，reactor 可以信 ，OK， 然后这个 controller 也是用一粒就可以了，然后这个 power tap 是那个电力输出的地方来的，然后就也是。用四个红石跟四个 reactor casing， 就这个也是做一个就可以了的，一个，然后 controller 有了 ，power tap 有了，然后这个 reactor access port， 这个我打算做两个，这个要用到一个 piston 我好像是没有是吧？对 ，piston 没有，我们就做两个 piston 是有三个木，四个 cobblestone， 一个铁跟一个红石，所以我们要做两个，一个。好，现在我就做两个。为什么要做两个呢？因为等一下一个进一个出，然后方便以后我收集。然后接下来做什么？我想一下，做这个酷热是不用，酷热是拿来打风用的。那个接下来还有那个特卖，这个 Big Raider 特卖是接下来可以再升级的，可是现在目前我还是做不到十公斤。就接下来我要做这个 Actor Control Rod， 这个要五个。我的 Garfield 八完了吗？这个是 Garfield 八对吧？对呀、这样快用完了，我明明弄很多了，现在又有，奇怪，不要理他，要五个，因为我打算弄那个里边的芯，我要弄五个的，然后接下来这个
为了让它的外表好看一点啊，就弄这个 reactor glass 咯。其实你可以，这个可以不用弄，你可以拿直接拿 reactor casing 也是可以的。这个因为我要看那里面的状况，所以我就用 reactor glass 啊。reactor glass 是两个玻璃跟一个 reactor casing， 这个也是要大量，嘿，28个应该是不够，28个应该是不多，我再看，哎呀，要按 shift， 我每次忘记按 shift， 嘿，会不会太多？应该是不够，我觉得，应该不是不够。就一组，两组 ，OK， 这边的基本材料应该是准备到好了，然后接下来我要弄是拿 redstone 出来。OK， 这个我先拿一组出来，我不懂够不够，先把它弄成液体先。对，这边。OK， 这个要弄成液体，然后为什么要弄成液体呢？等一下我要把它那个这个先拿来装，等一下这个是拿来弄成它的那个冷却系统用的，所以我们先去把它那个模型拍起来先。好，我们先找一个地方，就在哪里呢？在这边。OK， 然后先拍一个打底，底的话我打算用5×5 3×4 5，等一下想看，1、2、3、4、5，5个在里面，应该是不够5个，不急，我先给我排一下先，好，现在5×5有了，我们就先放给它那个中间的先，这个我打算是用一个在中间啊，然后这边跟这边一个，不够，要扩多一格，扩一格的话是这边要多一排，对，这边是要多一排。为什么扩多一格呢？就等下里面是要放那个 redstone 的液体来给它冷却的。现在我就先把这些排出来先。好，接下来就把这个 resin 给放上去先。3、4，1、2、3、4。好，中间的结构就应该是这样，就五根柱子，然后就旁边的话也是要围这个起来，够高了吗？1、2、3、4、5，五个高，应该是可以五个高，这个是弄错，这边。哇，这个有点麻烦，因为它要很高。我在搞什么？不能，我要用那个 jetpack 帮跳 jetpack 啊，我就这样浮在半空中会比较容易。可是这个 jetpack 不好，就是它可以飞高，不能飞低，这个上面我就先把这个 control rod 先放上去先。1、2、3、4、5，然后这个旁边是要跟它一样高的 ，OK， 然后这个 casing 应该是不够的，3、4、5、6，果然是不够，来这边还有一组，不用紧，这个 jetpack 就先下来先，1、2、3、4、5、6，这个够远吗？不够，不够远，不用紧，我站在地上能吗？能，又排错。哇，天要黑了，我什么都没做到、就先把它那个 外面的那个模型给排好先，这样等下 我才不会乱。这样，然后下来，
重新订就哦，原来上面我已经起了，嘿，这边就已经 OK 了，嘿，谁？嘿，啊，剩最后一面，剩最后一面，嘿，最后一面，哎，这边站在下面，嘿，是，哦，好。外形就应该好了，接下来我就要弄它，拿它那个 power tap， power tap 是触电地方，我就打算放在这边，然后 controller access port 是拿放那个放那个 yellow rim 的地方，一个进一个出我打算，然后这边我放这边进，然后这边放出 ok 改一下这个，不对，这个 outlet， 这个是 in， 这个是 out， 然后接下来就 controller 是开关的地方，那就打算把它放这边 ，OK， 然后这边深的地方就是要我打算拿这个玻璃跟它围起来，就是刚才我讲了要看那里面的情况。其实这边不一定用玻璃，你可以用这个普通的 Redder Casing。 Redder Casing 因为我用这个的话你看不到里面的情况，可是里面的情况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啦，其实我只是要弄给它比较美观，所以就弄这个先把它围起来，对，飞一下，对，OK， 这一面完成，然后这边第二面好像不太够，我这个玻璃不够，不够。刚才我是做一组多，对吗 ？OK， 第二面，第三面现在。哎哎，放不到刚才，不够远吗？哎，人呢？最后一面，这一面补好的话，就要去拿我们的那个红石的冷却的那个液体。诶，玻璃够啊，不用紧，够就好。然后就接下来我要回家去看那个拿那个红石的液体。其实你可以用水，可是我觉得那个水的效果不太好，所以我就打算用红石。红石我这边我要桶，要桶，要多一个桶，多几个也不紧啊，其实就弄五个桶出来。哎，妈的，我这里里面还有好没有？就我这边四个桶，还有刚才我放在里面的五个桶，那几桶全部放进去。我想一下用几桶，1、2、1、2、3、4，然后5、6、7、8、9、10、11、12，应该是12桶，应该是12个桶，然后这边要，这个要拿出来，先弄5桶，然后液体这边还有吗？完了，应该是不够，应该是不够，我再去拿一下，红石。再拿一组出来，好，你去编吧。好，我们先去浇先，去把那个淋上去，它那个红石的那个液体，嘿，飞上去，嘿 ，OK， 在这边，然后我们要放哪里了？就这个要小心一点，这个我们要放在这个 Euro Root 的。那个最高一格的这边 ，OK， 然后我们要在每一个 yellow root 的四边，我们都要放上一桶，所以我们在这边一桶，嘿 ，OK， 然后接下来就拿另外一桶出来，好，这边我们先把那个中间的先搞定先，嘿，然后这边嘿。然后这边嘿，
OK， 然后上面那边我们就先封起来，不然等一下我跌下去。哎，玻璃，哎，这边，这边，这边，还有这边，嘿，看不到，走过去。嘿，这边，然后这边旁边我们要弄个几桶出来啊，就不够的话先回去拿。哦，外面有人在装修，很吵。不懂你们还听不听到我讲话，不用急，就尽量吧。我不懂他们今天会做装修，其实。OK， 水桶上。两桶，刚才我拿了五桶，对吗？现在我要多五桶。等一下要过来拿了两桶，又不够啊。好，这个他们还在烧着，不用急。嘿。我不会给你们干扰我的。OK， 就我要先下来，这边应该是不会跌进去吧？跌进去了，跌进去！哎呀，开这边，飞出来，飞出来，这样也会跌。OK， 然后接下来这几桶要放在刚才我这边零了，这边我就这一桶在这边，然后这边这一桶，然后就这边，然后还有这边。OK， 现在我看一下，还有一桶、两桶、三桶，还要多三桶应该是。嘿，飞回家。三桶，三桶要三千。我们刚才不懂它液体够不够三千，千八本来应该是不够。诶，我怎么会跑出一桶？这意思说我现在多两桶就可以了。OK， 这个九百。还在烧着哦，我的电不够，我的电不够。OK， 三桶。OK， 有了，我们有了。喂，飞过去。嘿，接下来。OK， 刚才那个三桶是这边，然后这边。还有跟这边最后一桶 ，OK， 然后接下来就把这个剩的那个空位空间跟它补起来。哎，我少一二三四个，我少四个，哦，少四个，不、哦，你们不要过来，你们不要过来，我没有去惹你们，我还是先睡一觉先。不然他这样太危险了。等一下，我怕那个 creeper 炸一下，我那个把电厂给炸去，脸清掉。那时候真的是 ，OK， 刚才我要四个 red glass， 所以我就把这个放上去 ，the glass， 这个，哎呀，要四个，三四，这边没有用的桶就先放回去，然后 OK。飞过去，大家看到没有？里面红色装着的，那个喂，如果你能上来，我下去啊。这边、那边、这边、这边 ，OK， 那就镶成一个箱子了啦。然后这边我就先开电给他先。我忘记了，我们需要这个 yellowium ingot，yellowium ingot 我没有拿，我要回去拿一下。Yellow rim, yellow rim. OK， 一组、两组。我不懂用几多，因为它如果你中间的那个 racing 要多的话，它就需要越多咯。我们先放一组进去先，嘿，也不够。第二组，哦，它就用了一组又二十，不是一组又十八粒。OK， 就给它。然后我们就开动 ，OK， 那你看这边是黄色，意思它已经把那些 yellow 肉全部输入进去了。开始，这边就它提供电呐、啊。这边我它可以看到8K 8.5，我们就给它慢慢上线。我们接下来做些什么呢？就做那个电线，
这个我不想用这个普通电线了，我要用那个比较高等的电线，过电量比较高的。过电量比较高的是哪一个？Condu。这个我打算用最好的这个 Redstone Energy Condu， 这个过电量有10万呢，我们平时用的是80万的，这个中等的是400，这个是10000不是10万 ，sorry， 啊10000的这个过电量 ，OK， 这个要怎么做？还它了嘞，哦，它就要弄这个拿去用红石加进去，喂，这个 Hardened Glass 加两个 Electrum Ingot。就一次可以弄成六个 Hardened Glass， Hardened Glass 我不懂还有没有 Hardened Glass 有85个，然后 Electrum Ingot Electrum 诶我都有的材料其实 OK， 然后就合成 OK， 24只我们拿去 Redstone， 这个我们又要把它拿去冲液体，里面的应该是不见了，我们就再加进去。这边24只，再给它。哎，一只用很少罢了。哦，200罢了，原来一只用200罢了。然后要做什么？现在，看一下。哎，我没有食物了，我已经没有食物了。就几个我的饱食度，怎么会突然间减少去 ？OK， 这我们先拿一些去连接先。10只，我先不知道够不够，可是我们先去连接现在10只。OK， 然后就把这个旧的跟它拆下来。之前我看到有一只小猪，它从这边走过去，然后结果被烧成那个猪肉，熟的猪肉，很危险。这边给它烫到真的是躲躲都不够剩。OK， 10只我们从这边接出来。哎，原来这两种电线它不会连接的，放心。哦，我弄20多个不够嘞，看样子是不够嘞。完了 ，OK， 再回家了。20多只好像不太够。这边又另外10只，哎，红石又完了。很明显，我现在家里的那个电量也是开始不够了。我只是用一个那个液体机，然后它就已经不够电了。一架有，然后两架，第三架，会有什么事哦？有我那个，哇！外面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有那个急救车的声音。现在只是要把这个连上去就可以了，还有两个这样。先看一下这个的发电量，哎，8.8千，OK， 比我想象中还要好，8.8。我们之前那个是多少啊？我们之前那个，哎，这个的哦，这个的电量是200万199200，然后那个是8800，哇，这样多倍啊，原来。哦，原来是这样强，我不知道。OK， 就弄这个1000的电量，10000的过电量的这个，很累啊！现在我的家里越来越多东西，我东西越来越多，它就越来越累那边。然后连上去，对，好多余的。应该是全部都有了，然后看一下，哦，拼命的充电这边，它中间会不会很快？
哦，会比之前好咯，现在会比之前好咯，现在可以说一下子就到了300，之前要等差不多1分钟才会这样。好，它300了，我们要注意看一下，看会挖到什么，嘿，注意看，300，没有注意到，没有，有吗？有吗？有什么价了？没有看到嘞，我没有看到是什么价，哎，不知道，这里呢，赶紧挖。哎，这个就今天要拍的啦，就其实今天要做的是这个东西，就已经说这边同样的是可以命名啊，5个东西可以忘命名5只它的名字，就我不用命名了，让它直接。哇、哦、哇、哦，原来它这边一触电吧，就给了那个电抽光吧，所以你讲这个镭射挖光机它要的电量是几大？你看。这边它现在制造的电量都根本不够它用了，你看这边存不到电，根本它一做到的电它就已经输出了，就已经输出了。然后这边需要一个箱子，还是绷紧啊？这个我自己迟一点才弄。然后就 OK 戴手套 ，OK 谢谢大家观看。然后你喜欢我的片的话，就给我一个 like 吧。你有优点的话也且欢迎你订阅我。OK 谢谢大家观看，拜拜。